元哥，这个 bug 什么时候才能修复？你说我卡这种事也他知道吗？他是知道的，拉不走。哎，哎，不对呀，兄弟，改了吗？我记得拉不走的呀，我靠！王道君的冰冻是可以把元哥的傀儡束缚在原地动不了的，而且我头上怎么还有视野呀，设计师？这是真漏了还是假漏了，设计师？你怎么不出来修复一下呀？啊，不是说修复了吗？哎，这 bug 真的很牛逼啊，兄弟！牛逼，冲着这狼来的，兄弟，我偏不给。我的视野我不知道啊，兄弟，主播视野出问题了，我也不知道这视野怎么回事。你看这视野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拉扯，哎，玩不了。没机会打，我操，被他偷了，兄弟们，卡 BUG 了，没修复啊，好烦。